等了三天，今天终于可以出发挖鹅颈藤壶了。这东西凭什么能卖到几千块一公斤？今天就让你知道。出发了，问题关键在于他们说西班牙语，所以你又不知道怎么沟通。Yes, let's go for it. 现在开始下雨了，雨很大。现在这个温度的话，估计也就才只有十二三摄氏度了。我穿的三毫米的衣服都很冷，说实话。这个就是他们收割的，因为这个要求刀尖很尖，所以说特别的好用。我们在这里商量哪个地方可能会有这个藤壶。So what? Work here. Okay. It's more not dangerous, I think. Okay. No problem. Go. Yeah, let's go for it. Yes. 看到上面的海没有？特别特别的浪大，这两天因为在外海有一个很大的风暴，所以说内海呢也尤其的风浪比较巨大。我们会在这个沿岸进行搜索，就是完全是退潮以后露出来的岩石，现在是很低潮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去寻找藤壶。看一下这个海浪情况，现在知道为什么藤壶是西班牙最贵的海鲜之一了吧？因为真的不容易。会有一个绳子系在腰上，这个是挺方便。I like this, it's so good, just to put it back. 刚刚抓的一个都没有了。我为什么带了个桶呢？又没了，又没了，密码全部都是，天哪，看到没有？哦，这个天，一退潮了以后，整个就是沉浮的海洋，看一下有多少，密密麻麻的。我现在真的实现了沉浮的自由了。这卖多少钱啊？这个真的，我觉得你要是一个密度恐惧者，你都会疯的。在这 ，Is it is not? Why? Yeah, but quality here. In general, but this is the better one. Okay, I got you. 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可能这个品质不是很好，所以他们还是执意要去抓最好品质的，基本是有选择性的采摘，小的不要，是不好的不要。我也算半个藤壶猎人了。为什么我今天不能采？我的这个区域没有执照，所以我采不了。哇，这个地方的品质真的好好，又大又好啊！这个铲子是真的很好用，它要连整个东西，连根铲起。Very nice, huge, very good.今天的海况不是特别好，你看了这若干的海浪过来，就像把所有的渔民要吞噬一样的感觉。他们一边在喘着，然后一边要看浪。那猛一个大浪过来的时候，你真的得撤，因为可能一下就卷出去了，这个就会很危险，很危险了。他们也不带绳子。浪的判断非常准。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危险的工作，这是乐趣。他们也笑得很开心，有好的收成嘛，毕竟是，对吧？你看很快他基本上就抓了一口袋了，我的朋友也抓了快有一口袋了。You can give me the queen. You can give two. Let me try. No. I'm the king of Spain. Okay, thank you so much. 好的，好的，yeah. 好大一块，超大的。哇 ，Look at this. Let me hold it. You can put it. Oh, sorry. I better not. Better not. Sorry. It's okay. Too much. 太多了，这个也，我的天。
上面全部泛着红光，那在摩洛哥的完全不一样，他在炫耀。这个不适合，不适合，我们一定要试一下了，最新鲜的藤壶到底是什么味道？先来个刺身，甜，特别甜，哇，就是蛮像象牙棒，但是更甜更糯。Where you get it? Let me try. I'm okay. This side, okay. I like it. Ah, okay. Okay. 太多了，这个真的太多了。啊！哇、the big size. 这小哥抓累了，他去健身去了。每个人都是一大箩筐。You happy? Yes.哇，每人一大箩筐，这还有个超大筐的，我看有多重啊！哇，差不多有二三十公斤了，多少钱？几千欧了吧？有几千欧了，装不完。一个包都装不完，我只有帮他吃一点了，终于装进去了。我感觉第一天看着十字架，心里面的那种阴霾已经一扫而去了。但是你切记要记住，海员有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做任何时候就是不要太贪婪。当你贪婪的时候，你就放松了警戒，你的生命就陷入到危险当中。所以说一定要小心。越是这样，大自然赐予我们最美好的东西，越要珍惜。开始掉了，已经太多了。好了，今天就先这样了，各位，拜拜。We are in Spain!